Hugo 的 Japanese mail。Japanese mail。他喜欢在土豆、地瓜上面加一些美乃滋。然后这是我的，你看我这个鱼就有点就像烤糊了那种感觉，其实不是鱼糊了，是那个酱糊了，就是那个 miso 味增，对。所以下次我可能要注意点，用味增腌这个东西可能得小点火。然后我的鱼是比它稍微小一点，菜是同样的量，甚至可能会比它多一些，然后地瓜呢也会比它少一点点，就基本上我现在都是看按目测的，就没有用秤称过了。是我的中饭，玉米饼、棒面饼子、芹菜和这个扁豆，我不知道这个豆叫什么，这个鸡胸肉两大块，我可能还会再吃一点，我觉得这点肉好像就有点不够。哥哥的鸡胸肉比我多一些，菜跟我差不多，然后呢他的那 carbohydrate 吃的就是土豆和地瓜。哎呀，
叉包，然后加柠檬汁。然后里面你可以加水，我比较喜欢加气泡水。气泡水是苏打水吗？好像跟苏打水是不一样，就是那种水然后打的二氧化碳在里面。